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频道，我是 Ellie 啊。今天为大家介绍呢就是 YSL 的，好久没讲过 YSL 了，是吗？ YSL 呢它刚刚出了这个新款，它的款式呢就是方方正正的，做了一个复古金扣的 logo 啦，还有做了一个可调节的长带的，可以斜什么侧什么和肩什么都可以的。同埋一樣啦，你佢比較特別少少咧，就係佢一個袋度四邊度咧，再車咗一層皮嘅，就係令到個袋身咧更加挺咯。佢打開個包箱入邊咧，入邊有三格大格嘅，跟住仲有一格暗格係拉鏈啦，其實可以放翻啲重要嘅物品咯。咁我個人覺得咧，呢一款袋好適合咧翻工一族嘅白領嘅，因為佢嘅袋身設計咧簡單得嚟咧，又有好有時尚感喎，同埋好適合咧一般翻寫字嘅人用嘅，因為佢個袋身比較軟身，容量又大。想了解更多嘅詳情，就拎起你嘅手機加我嘅 WeChat 同埋 WhatsApp 啦，或者落到去門市揾翻 Ellie 林小姐。下次見，拜拜。